谢谢，真的。好、啊，第二首我要唱的歌呢，是我要送给温迪的歌。耶！其实这首歌我有点不熟，因为这是我大学送给我好朋友的毕业礼物，就是写一首歌送他。然后自己写的、哦，关键字、哦。因为温迪要从这边毕业了嘛，所以我可以送给他。首唱，所以以后慢慢出专辑，然后还要多自己写歌，然后好像会落泪。这是他其中一首而已，那个五十首在。来哦，温迪。
奉献，把逃避连接永远的画面。当我想念，闭上双眼，你在心里面。当我想念，闭上双眼，你在心里面。不然被叫上台唱歌，真的谢谢大家。